心里有个底。请帮我两只分开。分好了。哦，越来越专业了。越来越专业了。我们要请一个新人了。我知道啊。你要有跟我讲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他要再请一个助理，哦，再多一个人手。对啊，我要打工了，假日打工。我不是，我人家要来报名，人家现在来报名。很好吧？很好吧？啊，女生吗？也是请女生，也是女生。我没有对性别有挑剔，但是就是比较会来应征的面试啊。